洋葱对我很好，我对他发脾气，他都特容忍。但我为什么不愿跟他结婚？我没有办法回答他，因为你把我变得不敢再爱了，因为我害怕再爱上一个男人，他会像你一样离开我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的朋友是朋友，我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。他们叫你弹琴，你就高高兴兴的去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朋友档次低，你看不上啊？我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干脆，你不要借题发挥。你需要的时候，我就要百依百顺做你的好太太。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？我是你老婆，是你拿来宠的，不是你拿来讲道理的。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因为他心里根本就不在乎你。再跟我说话。王错，可是我不一样，我在乎你。你在我心里是无可替代的。这结婚典礼里面的弯弯绕啊，可多了。还好，妈在这儿，妈替你盯着。您的这种情况啊，主要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。啊，他以这种生理的方式就呈现了出来。这样，这个是一家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，他们呢比我们对您这种情况更在行一些。您可以试着跟他们预约一下，看看哪种情况更适合您，是做心理咨询呢，还是精神类药物？从泰国一回来就要结婚，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，连我这亲爹都不知道。哎，江小西事先知道。江小西是谁啊？是，哎，是一个熟人，在泰国遇到的。是他前女友吧？您知道？你回来啦？哦，你怎么？我怎么还在？我运气好，上次帮同事那个忙啊，他们老板看上我了。说让我去面试，说不定啊，我可以留下来了。你要找着工作了，那是不是？什么？是不是得搬出去？你要我搬走？咱们俩说好的。你现在让我搬走，你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